20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东方的天空出现一颗耀眼的星星，这颗星照耀了黑暗的世界，震醒了沉睡的大地。这颗星给人类带来了希望，给世界带来了光明。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声音宣告了黑暗世界的末日，这声音宣告了恩典时代的来临，这声音惊天动地，普世欢腾。主耶稣降生了，由童贞女感孕，降生在伯利恒一个木匠的家里。主耶稣降生了，耶稣是人，在世上活了33年半，死而复活，掌控着宇宙万物，成为万王之王。耶稣是神，他行神迹奇事，使瞎子看见，哑巴说话，瘸子行走，死人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人，他33年半的人生经历，体恤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。耶稣是神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拯救我们出死入生。耶稣说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的一生充满了对人类的爱，也充满了作为神的全能。耶稣为了拯救罪人，到处传讲天国的福音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。这样一个对人类充满了爱又完全圣洁的人，却被当时的犹太人看作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他们的眼被罪刺瞎，心被妒忌蒙住，惨无人道地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看到那带刺的皮鞭抽打在耶稣身上，皮与肉一条条被撕下来的时候，当我们看到那7寸长的钢钉钉紧耶稣的手掌，无情的榔头一声声往下敲打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都要碎了。耶稣被悬挂在十字架上，心血一滴滴往下流，染红了脚下的土地。耶稣悲愤地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死了，耶稣死了。耶稣，你活着的时候，你说，谷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耶稣，你活着的时候常被人厌弃，常经忧患，却为替我们的罪默默无言地忍受着痛苦。耶稣，你爱我们，你舍不得离开我们，你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耶稣，你爱我们，你说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耶稣，你爱我们，你恋恋不舍对我们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，你爱我们，你天上后的父说，圣父啊，从今以后我不在那里，他们却在那里，求主因你赐我的圣名保守他们。耶稣是神，3天后他复活了。耶稣是神，4天后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。耶稣爱我们，天天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祷告，求父保守我们。耶稣爱我们，怕我们受到恶者的伤害，赐下圣灵保惠师，天天守护我们。我们仿佛再次听到耶稣的声音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仿佛看到大灾难的降临与末日的审判。世人啊，你们枉梗要到几时？迷失的羊群啊，快快回来吧。沉睡的灵魂啊，快快苏醒吧。
我们要做溪边的树，水边的羊，我们要做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念念不忘耶稣的生，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复活升天，耶稣的十字架救恩，我们牢牢铭记耶稣的恩，耶稣的爱，耶稣的神圣使命，耶稣对我们的期盼。主耶稣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与你同在，我们永远跟随你，耶稣的爱将我们联合在一起，直到永远。